我们有请对手李小飞出战。老师好，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山西的李小飞。你好李小飞，主场作战啊，咱们来自山西的选手站在山西卫视歌颂黄河来的舞台上。那提到你的家乡，提到山西，你看我首先要想到的就是我爱吃山西的面食，像山西的醋，还有咱们山西更有名的有一首民歌，一提起山西大家都知道，人说山西好风光。曹老师，您说到的都是我们山西的味道。大家都知道我们山西呢有5000年的文明历史，所以说我们山西呢有着数不尽的美景和看不够的名胜古迹。例如大同的云冈石窟、平遥古城、应县木塔，但是我今天带来的呢是我们美丽家园的另外的一种美，是一种生长在山西左权的花，是劳动人民心里想的眼里看到的都能够开的花。这个田老师您一定知道是什么花。它是开花掉的花。对，田老师非常的熟悉。就是我们山西左权的开花掉。开花掉的确是咱们山西特有的一种人文之美。那你今天呢，今天比赛要演唱的也是开花掉吗？是的，我今天带来的就是我们山西左权最具代表的歌曲《桃花红杏花白》。那么也希望这首歌呢能够更好的诠释我们美丽家园。这首歌真的特别好听，是我特别爱听的一首歌。不过那个开始演唱之前呢，给你加加油吧，送你个小礼物。啊，礼物？你是不是没想到我们会送你礼物？其实不是我们送的，是你那个老朋友委托我们的。来，你看一下大屏幕。大家好，今天小飞带着我们家乡左权民歌展现家乡的风采，我很高兴。小飞呢好学，喜欢开花调，他很努力，声音用的也不错，能唱出左权人民的乡音来。我支持小飞，希望大家呢都投小飞一票。小飞呢，你要继续努力，把左权民歌开花调唱得更好，把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文化财富代代传下去。谢谢刘老师。其实是刘百余老师委托我们说你要唱开花调嘛，他特别的开心，所以来给你加油的。你要是今天表现不好的话，刘改于老师拉票我们也不投你。好好加油好吗？好的老师。
今天我们讲这个美丽的风景，讲美丽的家乡，我觉得山西是真是个好地方。它不光是有很多名胜古迹，很多美丽的风景，而且它的民歌也更漂亮。刚才我们说到左权的民歌，山西是中国民歌的一个宝库。我觉得你声音很好，唱的也不错，唯独就是少了一点味道。哎，我们说味道，一种是内在的，一种是外在形式的。仅仅用方言唱，味道也不一定足，你还要和你对歌曲的理解结合起来，就感觉到还是有点苍白，就还得努力啊。你的形象还有这个舞台的这种感受啊，在台上是很美的一种享受。唱你的最美家乡，我觉得整体的舞台呈现还是很让人享受的啊。谢谢老师。